价值百万、11米长的金丝兰乌木木雕作品，你们见过吗？今天啊，带大家看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啊！这个东西啊，如果拉去参加展会的话，绝对是站在舞台中央受万人敬仰，然后在那个标价牌上是一串电话号码一样的存在啊。这个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刚刚带大家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件作品啊，如果是懂行的朋友一看啊，应该能知道这是一根什么样的料子。这是一根纯正的川料小叶金丝兰的一根整体一体雕刻成型的十八罗汉。像这么一件作品啊，在当年不说啊，换北上广一套房，至少在准一线或者二线城市弄个一两套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小几百万的存在啊，今天啊就摆在这里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日月的洗礼啊，布满了一些灰尘，但是这根材料的本身存在的价值啊，现在都是不可估量的一个存在。当这件作品重新进行一个打磨抛光以后，将是一件让人惊叹的作品。刚刚我们把这个清洗了一遍，然后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应该啊，虽然我们还没有重新进行一个打磨抛光，但是懂的朋友应该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就是这个川料啊，小叶金丝兰乌木的。